一个做正常本质，带去众生自心种种庄严，这是属于上种的功法。言有四种，咱常讲的素缘生法，就是这四种。清音缘，就是咱的真心本性内面含藏的精致，这是无所不包啊，无所不有啊，是法界用依净庄严，一切万法拢是咱自性变现出来，所以讲唯心所现。因为什么灵现呢？就是真如本性内底本来就是有的，一现出这个境界出来，这是亲因。但是单单有这个亲因，如果无后面的这三缘未结果，佛家常讲啊，因果啊，这是六亲啊。其实呢，伊是因缘果。因那是无缘呢，绝对未结果。所以啊，这个关系啊，缘太重要了。佛家常讲缘生啊，一切法拢总是缘生啊。伊无讲是因生，伊讲缘生，因为因无缘呐，未生啊。这是这款的关系，这个因加上缘才有果啊。这因呐、啊，就是亲因缘啊，亲因缘缘呐、啊，就包括当中所缘缘、无间缘、正常缘，这三个拢是属于缘。这三种缘呢，欠一个都不拢未用啊，欠一个拢未讲有结果。现在咱就讲到，这是净土的往生咯。西方世界种种庄严，种种庄严，阿弥陀佛变现的这个净土呢，对咱来讲是正常缘，是正常缘。这是非常殊胜的一个正常缘，因为这个正常缘将咱头前的亲因啊、所缘、无间缘引发出来了。那、这是咱的心性内底本来具足的正常缘，是外面的，是由伊来引发，哦，咱的自性。这个圣德的庄严，跟阿弥陀佛无离无别啦、完全是同款的呀、所以西方世界庄严是佛跟一切往生去的人，
会当讲是共同的成就。当然，这内底最主要的是阿弥陀佛，伊带头啊，伊领导大家将这个圣德完全流露出来。正常本质呢，这个本质啊，甲后面的这个相中讲的影像啊，是一个对比。啊，阿弥陀佛做一个典型，做一个榜样，这是本质。咱一切凡夫众生，依照伊这款的模样，比如咱简单的来讲啊，无量寿经的四十八愿，这是正常本质。啊，是阿弥陀佛的大愿。也咱摄他四十八愿，深入四十八愿，这深入是了解呀。然后啊，依照阿弥陀佛的愿，咱家己也发起来。啊，阿弥陀佛这四十八愿是本质啊，咱家己真正对内心发的啊，这愿。跟阿弥陀佛的愿一模一样啊，那就叫做大起众生自心的愿力，从咱家己心性内面的大愿大出来了，引导出来了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啊，这个叫做影像啊，跟本质啊。这两个的对比呢，称之为影像啊，啊，种种庄严都是头前所讲的啊，这依正庄严，转佛即心，转他即主，这个意思啊是。广大无边啊，无止境的啊。比如讲，咱讲转性即相，转数即理，拢是即个意思。即个意思真深真宽，伊啊，确确实实啊，是事实啊。如果咱真正会当啊体会迄个即个境界，也你不但烦恼无咯，生死也无咯，啊！佛法内面常讲未我啊，未是什么呢？未就是唔知呀，转佛即心，转主即他，转事即理呀，都是未即个呀。我嘛也就是我即个呀，我了呢就叫做佛菩萨，未了呢就叫做凡夫啊。我了就已经发界啊，未了。就是法界，啊，是法界，未卡如深呢？这个法界内面就如低啊，未干啊如浅呢？伊就向上提升咯。啊，未个上深呢？是地界啊，地界是转未啊，啊，所以是法界是安尼是变现出来啊，唔是讲。有意变现是美我千千差别不同，你变现出来这款的境界啊，所以这个所在关系啊真重要啊。所谓转佛，这是讲佛的本质。
佛祖变现出来，西方极乐世界依报正报种种庄严，就是众生的大一境。共众生每一个去往生的人，伊的性德无流露出来，看到阿弥陀佛这个境界啊，自自然然就大出来了。西方世界啊，是安尼生啊，也咱现前这个啊，这个世界也是安尼生啊。咱现前也是安尼生的。咱的本质呢？这正常本质不现啊，伊是阿弥陀佛来呀，做正常本质，那是上界殊胜的咯。要咱今仔日是大众的业力，众生的业力，做咱现在的正常本质。今仔日大众因的想法、看法、做法，拢唔是善业。咱是这个真善的人，真善良的人，在这环境内面大久咯，祖祖连连就念到真正多恶习气啊。有时咱家己的恶习气也现前，在现前环境该大出来啊。所以这个理是同款的，对一真法界到十法界无第二的理啊。你是一个啊，西方世界阿弥陀佛是啊，这个完完完完的自性，是用这种的性德做咱的本质啦。因此，咱要去倒位去，唔免得爱真久的时间，也会分量变做了性德。这是这个世界跟其他的世界无同款，完全是无同款的，是最可贵，也是最真实啊，最值得一切众生向往的，就伫这地。他呢，以这个他是指阿弥陀佛。就是自性弥陀，所以唯心净土，自性弥陀，就是故，所以因缘故，这就是故，故话成就如是功德庄严，这个奥义大师用的这个。文理啊，虽然无罪，实实在在讲西方净土，无论啊是书、是理、是性、是相，拢甲咱讲个真正透彻啦。这是非常难得的一部好书啊！咱过来看。下面经文，下面这是讲西方世界咱居住的严谨的环境，嘛是
离苦得乐的另外一个意思，在头前咱也有讲过，天时地利人和，也这段是天时之乐，也就是无求不得苦啊！西方世界一切拢是随心所欲，有舍利弗、彼佛国土上座天阁，五金为地，昼夜六时，五天曼陀罗花，其他众生相依清淡，各依依结性种妙花，供养他方十万亿佛，即以实时还到本国，凡事经行。这段是给人说明西方世界空中啊，常常有天鹅。咱这个所在人真爱音乐啊，爱好音乐，不但是咱这个世界，西方世界一切众生拢有这个嗜好。拢真正爱音乐，西方有天乐啊，所以天乐绝对不是人去演造的啊。空中珠珠连连，有这个乐音啊，而且这个音乐呢，你爱听多一种的音乐，听到就是演造这种的音乐。是随个人的心，你所听到的是无同款呀。这是空中之乐啊，五金为地，这个所在所讲的地，实在也是讲这个道路地面啊。因为西方叫做世界大地是琉璃的，就亲像咱这个世界翡翠同款啊，绿色的玉啊，透明的，这个道路是用黄金来铺的，所以啊，黄金为地啊，昼夜六时。西方世界实在讲无昼夜啊，无昼夜。这个昼夜六时是释迦牟尼佛迁就咱这个世界众生的观念。这个昼夜六时的意思就是不间断的，无间断的。五天曼陀罗花，天花空中有天花纷纷落来到土开。这个曼陀罗是梵语，梵字中国的意思叫色意啊。真下家己的意思，换一句话讲啊，换一句话讲，你爱看什么花，愈来花啊就变作什么款的啊。爱听什么音乐，听的这个乐音就是啊，某一项不如意啊。啊，
各人所听的无共款啊，各人所看到也无共款啊。这个世界才叫做圆满啊，才真正叫做极乐啊。这也是讲空中之觉，有天花，有天鸭，以托众生一面讲了西方极乐世界的人因的生活状况啊，这是说明也心通广大啊，心通广大，会当疏通真多真多诸佛如来，这是乐事啊！上义清淡，这个、清淡是比如，真像咱这个世界，因为咱有昼夜，有昼夜，就有早起，早起起来，你还熬咧去拜佛。啊，这是真正好的时阵呐、啊。故衣结，这个衣结是堆灰的一个工具，真像咱这个世间用灰拿啊，真像这款呢，是堆灰，这叫衣结。心中妙花，这个妙花呢？也是随家己的意念变现出来啊，提着这个花，供养他方十万亿佛，就算讲是一尊佛，一个大千世界，亲像咱一般人常讲的啊，一个云和气啊，这假设的，一个云和气。啊！伊啊，早起出去洗一淋啊，这有偌大诶范围咧？十万亿诶云和气啊，来洗一淋啊！其实十万亿是释迦牟尼佛诶方便说啊。为什么十万亿是方便说？因为西方世界距离咱即地是十万亿佛国土。这个意思就是讲，你去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了后咧，你逐天拢会当回来看卖咧。啊，咱这个世间人情真重啊，唔甘这个家乡啊，啊你唔甘嘛，你逐天啊拢会当回来，意思是这款的啊。其实唔止十万亿啊，无量无边诸佛国土啊。啊！你啊，洗一淋去供养，时间也是真短啊！这是说明伊的这个神通能力的功大。这个所在，咱必须要知影。家属那是轮流，一尊佛一尊佛去地去拜访呢，这个时间绝对是无够用的啊！呀，绝对无可能！伊有能力，伫共一个时间，一个十万亿的佛国土，诸佛面前拢有伊的心呐、啊，伊会当分身。这个意思，这是正确的啊，唔是亲像咱一个一个啊去拜访，伊当时去拜访，当时。用佛听佛讲经说法啊，回来时阵无量的分身又搁合作一身咯啊，这个回来咯啊，这是啊，伊真正的能力，所以到个这个西方极乐世界，也咱也有这个能力呀、啊，这个能力，哪讲是咱啊，显现啊。
这阿罗汉、辟支佛、菩萨呀、东行仙啊，菩萨虽然有这能力，无遮大，伊这能力太大了，会使讲是不可思议啊！这伊是释梵陀本国，这是讲伊啊。这时间无真长，亲像咱讲食一顿饭的时间，也不过是半点钟、一点钟，伊就转来咯。呀，伊已经这出去一抓咯，所有一切诸佛如来，伊拢供养咯，啊，拢去拜奉咯。啊，诸位啊，想看卖，这个智慧怎会未开呢？啊，这个福德呢，哪会讲未大呢？供佛的福德上界大。达刚啊，拢去供养无量无边诸佛如来，福德大，叫福德多啊！经常讲的福德多啊！达刚啊，听一切诸佛如来说法，善根多啊！善根福德，伫西方极乐世界增长的速度啊！也毋是跟咱会当啊，想象会到呀。所以啊，迄边生活容易啊，道理就是伫这所在。也咱读经，伫经典内面，往往是看到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，听众当中有。听到一半咧，甚至唔免一半，伊就开悟了，就证果了。听一尊佛说法啦，当时听到一切诸佛说法，哪有讲未大彻大悟的道理呢？所以十方世界一切诸佛如来，更难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是有道理啊，无错呀。生到其他诸佛的国土，讲实在话，只会当听一尊佛说法。到个西方极乐世界是时时刻刻听一切诸佛说法，这个袂当比啊。凡到本国，凡事进行。早起出去，回来的时阵，拄好是要吃早起咯。早起吃饱了，要创什么？进行啊！进行就是咱讲这个散步啊。你看这个日子偌舒服个啊，偌尼啊逍遥自在啊！啊，西方叫世界，迄边的这个生活状况啊。诸位伫这个三经内面，拢会当去看到，也因的生活、读经、讲经、听经、研究、讨论，到他方去供养佛，啊，参加诸佛的法会啊，啊，多一个所在，甲家己有缘的众生有苦难。啊，献身去帮助这些人，啊，因为这个生活是安尼生啊，啊，所以往生到极乐世界，哇，当的这个范围啊太大了。普通的菩萨，哇，当的范围拢无大，拢是伫一个佛世界，伫这内面活动。唯独西方世界众生，也活动的范围跟阿弥陀佛的愿力相应，真虚空变化界是伊活动的范围。还咱将这个事实真相创清楚，那会讲袂去呢？
那不去啊，那真正是戆人啊。李老师以前讲得真好，明了咯，清楚咯。那无想要去，迄、那个人啦，唔是公梦，就是啊，无耻啊。回讲即牛啊，哇！即句话讲，绝对啊，唔是正常的人啊。正常的人，无一个无想要去啊。咱看注解，鸭是声顶啊，地是色顶啊，花是色香味顶啊，色是味顶，生花散花经行是促顶，啊，这是讲西方世界的五顶，要咱这个世界，这五大类啊，拢是无清净，所以用这个顶力。来代表顶啊，有念污的意思。亲像咱这个刀啊，这块刀啊，两天啊无去甲切切嘞，顶面啊就有真多这个土粉啊，就污染咯。好甲人讲咯，色声香味触这五种的物件。念污着咱的清净心，念污着咱清净的本性，所以啊，甲叫做顶。西方世界嘛是有这五行物件，虽然讲有这五行物件，不厉害吗？所以甲叫做性妙。五顶啊，这声啊是书声啊，妙是微妙啊。伊的书声微妙伫倒位呢？就是因为伊不念，咱这个世界啊，伊念啊，伊迄个所在不念，众生五根对五顶何地啊？咱的五根接触外面的境界，这五大类境界，上座者这六识啊，这六识啊，就是上座的意思，上就是不断。五金为地界，七宝所言地界呀、啊，体是。嗯，金呀，这个坡的道路，这个道路跟地是一定有一个界限，啊，一定有一个界限。这五金啊是坡路呀，西方所有一切物质，拢是最殊胜。佛所讲的，是就咱这个世间所有的来。做一个比如，其实咱这个世界金甲西方世界金呐，是要相比呢，就是绝对是不成比例啊！啊，无论是质、是色、是光，拢是绝对比袂着。对这个所在看到迄个所在资源的丰富啊！日分初中后，明昼三时；夜分初中后，明夜三时。古文昼夜六时，这是解释昼夜六时。
这个抽压力时有两种的讲法。啊，大师这地所讲的是当时印度人对时间的分法，因将日时啊分作三时辰啊，初日分、中日分啊、后日分啊，所以初中后暗时呀、啊、分作三时辰啊，初夜、中夜、后夜啊，所以叫做这个昼夜六时。也咱中国的时辰比印度较细，咱啊中国古早时阵将日时啊分作六个时辰，暗时啊分作六个时辰。这个时辰是以柱头银帽来飘逝的啊，来飘逝的啊。现在呢，咱用的这个时间单位啊，是用国际上统一的这个标准，这个标准将日时啊，这个分作十二个时辰，暗时也分作十二个时辰，所以啊，一共是二十四时辰啊。咱中国人改号做小时。啊，大概外国人不休息的这个称呼法，为什么称休息呢？伊比咱中国的时辰较细，咱中国这个时辰是啊，伊两个时辰呐、啊。印度的时呢，比咱国较大咯。印度的一时是咱中国的两时，是现在四小时。啊，所以留下六时。标志的意思啊，就是日夜不间断啊。标志的意思，念彼陀已经各有功名，不加日月，安分昼夜，请顺诸方加说分者呢？啊，这个也是事实啦，但一定爱知影。啊，咱的时间现在啊，大家拢知影咯。地球啊是随着日头咧转呐，啊，这是公转。地球本身家己也咧转呐，啊，因为啊，伊自转一半对日头，一半背日头，即安尼才会当产生昼夜的这个现象。啊，西方叫做世界。无日月星辰呐，无啊！伊迄个所在人身躯的自然发光，所有一切物质拢放光啊！迄、那个世界叫光明世界，无暗时啊！啊，完全拢是明亮的，要有什么昼夜呢？要有什么？无年无月无日无一个时辰，西方叫做世界，拢总拢无啊。所以西方叫做世界，无一个年月日时啊。啊，那边的人无这观念，不但无时间的这个观念嘛，空间观念嘛也无咯。啊，咱伫个大经内面也有看到啊。西方叫做世界古住的人也真多啊，这奴隶也真正多啊。迄马奴隶无名称，每一户的人也无门牌号码。也无听到咱会感觉到，这要找人偌尔无方便啊。西方叫做世界，唔免你去找啊。你心内一个动念，就像电脑感官境界啊，就现前，唔免去找啊，完全啊，亲像咱现在所讲的心电感应啊，绝对无差错啊！
啊，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世界啊！佛地经上这种的讲法啦，是顺处方啊，加算分制啊，不是西方极乐世界真实的状况啊！这是用咱的常识，比如来做一个说明，就是伊那边这个六根啊，对有啊六尘的享受。这个享受就是快乐啊，享受是无间断的啊。这个下面啊，这个注解内底有啊，曼陀罗初闻色义啊，就是讲会当随咱家己的喜爱，这个花变现呢。有文别花，也有翻译，翻作别花，别是文色，是这个意思。意义是生花气啊，都、就是对花的气枯。种妙花名非曼陀罗之种。应如妙经树花表树因为呀、啊、这个妙经啊是妙法莲花经啊，妙法莲花经虽然讲这个四种花，讲这天有花啊，讲天上有花，伊讲四种，比咱遮讲较侪，咱遮只讲一种啊。其实有一种色义啊，色义就是多种啊，每一个人喜欢无同款啊。啊，可见呢，伊是随众生心应所地量啊，也即个花的种类也是无量无边啊。哪里是一种呢？这个花经里面讲的这个四种也是表法的意思啊，其实拢是啊有无量的品种，随着个人的欢喜爱好啊，这个拢是性德变现出来啊。用用他方佛表真因，会出结果，果的无不变呀。这是我独家个注意报告给了。西方世界完全是以真佛。经书为咱做言的境界，无亲像咱伫即地，咱即地佛无伫个，为这佛像藏伫即地俩。啊，这佛像是假呀，唔是真呢？啊，咱用这个来做本质啦，带起咱的自心变现，变现这个假象，唔是真呢？西方世界人完全是真佛啦。而且拢是真实圆满的报身啦，唔是应化身啦，拢是圆满的报身，用这个为本质啦，所以。以一生成佛，成佛快速，无一丝毫障碍，原因啊，都伫即地啊。亚兰生起任何的诸佛的世界，见佛啊，就无遐容易啊。
都是亲像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，上师弟子1255个人，是不是每一个人每天拢有机会向佛请教一寡问题？咱伫经论上无看到啊！啊，由此知影，地佛请观佛的机会啊，又还是无多啊！无亲像西方世界人，请观十方一切诸佛如来。迄、那个机会啊，定定都有啊，机会不敢断呐、啊。这是西方世界不比的殊胜，这也是人性之法。所以，这供养他方佛。表示真因会出佛果，出向佛果，以佛境界做家己的修行因地，呀，结果呢？当年是成就圆满的佛果，果地无不偏啊！这是圆教佛，果地则变虚空法界，请故沙婆言十万亿佛。以现身极乐意，还穷色伽弥勒，该不难逆呀、啊！这是特别的说明，释迦牟尼佛为什么只讲穷十万亿佛，而无过加讲咯？意思就是这个啊。因为西方世界距离咱这地是十万亿佛国度啊，这个意思就是讲，到家西方极乐世界了后，也过咧想处理，释迦牟尼佛对咱的恩德真大啊，释迦佛灭度咯，将来弥勒菩萨伫这所在成佛，你想要去看因啊？啊，因是这代表。除了以外，咱也阁有真正侪个家亲眷属啊，伫这个世界也伫咧创这个六道轮回，也有想要去甲因看呢，有想要去甲因帮忙呢，啊，这個、啊拢无困难，呀、啊，逐天啊拢会当转来，时时刻刻啊拢会当转来。何况大经理有甲咱讲甲遮尔啊清楚、遮明白，西方世界人就是讲下下辟龙星啊，得到佛的本愿威神加持，天眼洞悉啊，天理贴听啊，他心遍地啊。有这样的殊胜的能力，人伫西方极乐世界，即地一切众生，因的生活动态，你看个清清楚楚，你会当看到啊。因伫即地咧讲话的这个声音，你也听个清清楚楚。这个世界众生起心动念，你完全拢知影。
这种能力，阿罗汉有啊，菩萨有，但是阿罗汉菩萨若要甲伊送去到十面伊的国度以外，伊就无咯。伊的这个能力，但未到这么远的这个距离。啊，佛的经论上甲人讲，阿罗汉的宿命通啊，只会当知影五百世啊，五百世以外，伊能力就达袂到了。五百世是偌久呢？咱中国人讲三十年是一世啊，三十个五百，这数字无多啊。伊会当知影讲这个范围，这个代志超过以后，超过了伊就看袂到了。天眼的能力，阿罗汉的能力，会当看到一个小千世界。哇，一句话讲，中千世界，伊就看袂到了。你想看卖西方极乐世界？大业往生的人，见思烦恼无断啊！伊的天眼会当看十万亿佛国度，其实啊，伊唔止啊。这个所在讲十万亿，是咱这个距离啊。伊的天耳会听到十万亿以外的音声啊，他心通会当知影讲十万亿以外。众生起心动念，这个能力啊，几乎甲顶甲菩萨是差不多咯。这个能力对倒位来呢？唔是伊家己修来，而是阿弥陀佛本愿加持啊。所以世间人有痴啊。真正是愚痴啊，经常常讲可怜悯者，可怜个不得了咯。啊，对我家己家亲眷属，念念难忘，唔知影去到极乐世界，到个极乐世界，这个问题才会当真正解决咯。哇！一句话讲，甲一切家亲眷属，你会当永远时时刻刻保持着联系啊。那是讲无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这一个转世都是变成新婚人咯，就是讲见面也唔捌你咯。这是真的，一点啊都无假啊。在六道内底。你想要帮助人，不可能。家己要救家己，都未富咯，哪有时间去帮助别人呢？啊，想讲要帮助家亲眷属，唯一的好办法，就是去到西方极乐世界。不但一个生啊。父母眷属，你就拢总照顾着咯。咱啊，也够精神，也够积极性啊，生生世世父母眷属，到个西方叫做世界，拢总拢明了咯。啊，现在这人，地多一方，地多一道，全部拢。看到了，全部拢听到了。这才是真正的爱心嘛！啊，真正的孝敬。
所以十恩业是这个意思啊，就是你往来无知丝毫的困难，若阿弥心力所加，何患不得哉？所以这个能力，拢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。其实这力量绝对超过十万亿，头前讲过，迄个是真虚空变化界，一念之间，一旦这个时阵就到底了，有这么大的能力。下面的注解讲了，是时即清淡，高文即义，这个东西就咱这个所在的人情啊、习惯啊来讲的啊，意思啊就是讲立刻就会当到底，明其心照不可思议。这六种的神通内面，有一种叫做心足通，神啊是心机莫测，不是咱想象会到的，不是咱会当思维想象，心机莫测啊。足呢，就是圆满的意思。以这种能力非常的圆满，这是讲变化自在啊。这个《西游记》小说里面讲的啊，孙悟空七十二变啊，那就是讲属于心足通，伊迄个心足通真衰啊。因为只有七十二变呀，七十三伊就无咯，所以啊，这是真衰真衰啊！这个啊，伊这个变化是无量无边呐。不离彼土，相遍十方，实在讲。这些人在阿弥陀佛刚等来对银龙在座不离开啊，阿弥陀佛刚经银龙真注意的听啊，十方诸佛那个所在浑身也去啊，确实啦，不离彼土，唔通认为讲伊真正离开了，极乐世界咯，伊外面去旅游咯，伊无需要离开啊，浑身去啊，亲像这个《梵网经》内面，释迦牟尼佛自说，千百亿化身，释迦牟尼佛，西方极乐世界。众生每一个人都有这个能力，以无量的化身去十方诸佛刹土里面去，用佛文化普度众生。这个啊，心足就叫做真正足啊。只是好欠缺都拢无啊！这是不可思议伟大的一个能力啊！不假如是为还呀！伊呀，这个浑身到十方诸佛刹土。留偌济时间呢？一切拢随缘，这个所在咱讲随缘，未使讲随意。
啊，所以是什么？你还有念头啊？有念头是凡夫，不是圣人啊。到西方世界拢无心啊，就是无妄想心，无分别执着啊。到啊西方世界时间长短随缘啊，真正是随众生心应所地量啊，这个实现的时间的长短随缘呢，随众生的缘，你不是讲随家己啊，随众生的缘，这才得到大自在啊。这个所在讲的不假如是非凡，这是讲以来往的速度大。往返自在，也真正意思是伫即块。搁看下面的这段文，诸文献记录一生一点一刹那，乃至跨步弹指。悉有十方三宝贯贴无碍啊，这弥陀本愿内面，注意这个四十八愿拢念过了。四十八愿内面所讲的十方世界一切众生生到极乐世界，龙骨就完满的六种神通，这句说明了有十方三宝贯贴无碍。当然，咱这个世界也包括在其中，也无超出伊的范围。大师这几句话显示出弥陀如来的果报啊，甲华严经上所讲的华藏世界无离无别，清凉大师给咱介绍华藏世界，介绍弥罗迦那如来，迄、那个境界是离思无碍，事事无碍啊！这段文先写事事无碍，这是究竟圆满的境界了，所以讲。一声一点一刹那，一刹那是讲时间啊，真正地的时间，乃至有跨步弹指啊，跨步是咱脚伫咧行路啊，一步行落去，弹指是伸手的弹指啊。啊，这拢是讲日常生活当中的一寡小动作，时时刻刻、自自然然拢具备了。
拢有啊，一个古堡，一个单子。唔过，咱唔知呀。这啊，都是全体化解。咱哪会知呀呢？在咱的境界当中，咱的一举一动，不但一举一动，这个起心动念，拢有障碍啊！事事有碍呀，不是啊，事事无碍啊！这个弥陀国土内面是事事无碍。甲咱啊，即地啊，确实无共款，因为啊，伊虽然一化啦，啊，拢是法界全体，啊，这是非常的未了解啊。非常的深啊。因为虽然一法都是全体法界，所以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不断的解说法，这叫可能啊。那不来讲，哪有可能呢？亲像咱咧讲，达项拢有障碍，伊是完全无障碍啊。亲像这个大经里面所讲的，在一摩端顶面啊，转大法轮，这个、意思就是讲，迄、那个佛的无量无边的菩萨大众，在遐的讲经说法，在什么所在？在这个门更的门顶面，咱门更的门无放大啊。我菩萨的道场也无缩小啊，确确实实是这个啊，这境界不可思议啊！啊，咱的观念当中，因为你有分别、有执着、有大碎，一下大碎拢无咯，一无咯，即会当运用啊，有就未用你咯，有啊就障碍。无就无障碍，啊！这个华严里呢，跟咱签名这事实的真相，所以伊啊，实在是伊即是多多即是一。一道圆融啊，自在无碍啊，所以伊会当加十方三宝贯彻无碍。有现在三宝，即足中。种加极乐不计利极，生极乐即功德深深，有三不计利不计啊！这段话讲得非常的好。三不是咱这个世界，咱这个世界作动啊，作就是无量。污染啊，非常的严重啊！这个意思，现在人听到了后，会有真深的体会，因为科学家
已经甲咱提出了警告，伊讲若无够注重环境即个保护，继续不断的即个污染，50年后啊，即个地球啊，即地球的环境就无适合人类的生存了。50年的时间无长啊，真短的时间啊，这个警告是啊，相当的严重的警告。所以今仔日，这个世界上每一个国家地区，拢在政府内面设立环保的机构啊，这是较早都唔捌听讲过啊，现在拢有这个机关啦、啊，是唔是会当收到效果呢？我看是非常的困难呐、啊。管理在什么所在呢？讲这实在话啊，原因在大家也无学分啦，而且是真正原因啊。佛法甲人讲，衣钵随着境不转，环境的污染是衣钵啊。正报是什么呢？正报是人心嘛。为这句话，甲咱提醒咯。咱冷静的去想看卖，咱那心肝内的污染，比环境的污染搁较严重。心内污染是什么呢？错误的思想，错误的见解，结果引发着错误的行为，污染了环境。现代俗语所谓是地球上的生态平衡被人为破坏了，这就是污染的结果。要按怎才会当真正做到有效？必须要对净化人心做起。咱的思想见解清净了，做法说法清净咯，外面大自然的环境，自然也会清净。这是咱在现前这个阶段，实在讲是非常严重的一个课题，咱未当唔知影咯。佛法当中，特别是净宗，净宗提倡一心不乱，心净即土净。不但咱心净，将来会生西方净土。心净，咱现在这个娑婆国土也会当净化。啊，所以唔那是将来的利益，眼前的利益就不可思议啊！恶将啊，
恶是作恶，这就是佛弟经常常讲的是恶业，心造作的杀盗淫，口妄语良舌，恶口其故，意呢贪嗔痴啊。也去那里，这个社会，这个世界，做是恶业的人愈来呀、愈多呀。古早时阵做这个恶业，也有一点啊惭愧心，也有一点悔过念头，现在无咯。人类讲做这个是恶，是非常正常的现象。这边哪用呢？这个十恶啊，都是咱信心的污染。信心是正报啊，正报严重的污染咯，依报自然作恶啊，这一定的道理啊。所以咱这个世界跟西方极乐世界本来无障碍，本来嘛是宽容啊，嘛是融通无碍啊。因为咱做恶业，因为信心环境的污染，你跟西方极乐世界才有距离咯，当中产生障碍咯，所以这个障碍不是在极乐世界的那边，是在咱的这边，咱造成的障碍，不计利计。而这个现象呢，在中国古今端技术端里面有不少咱可以得到见证，请求这个咱这个净土宗三祖法教禅师啊，法教这个法教这个五回念佛就是对以下来啊，也以住伫四川，有一天透早食糜，即个寺院丛林内面早顿啊，拢是食糜，食糜，即糜真暗，拢是用即个钵。伊有一天早早的时阵，这个供养酒念完了后，就要吃饭咯。目睭啊，看伫钵内面，钵内面啊出现一个境界出来。看个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早餐吃完了后呢，伊就将看到的这个境界，甲伊个同参道友讲，伊个同参甲伊讲，
伊讲你讲的这个境界，那就是五台山啊！你呀、啊，不妨去五台去看卖。哎，伊真正就发心去钓五台山。啊，到五台了后啊，看到迄个山水道路，就甲波内面所现的完全是同款的。伊呀、啊，记个真清楚，所以也、啊、无去行唔对路，就看到大圣德林寺，看到啊文殊菩萨的道场，啊文殊菩萨，啊文殊普贤，两位菩萨行走地下的钢筋说法，一共有一万外人伫咧听。伊去参加了集会，哇，喜个不得了啊！也经听完了后，伊行去到文殊菩萨面前，向文殊菩萨请教，伊讲无啊，法世界众生根性真乱啦，比未着较早的人啊。要修到一个法门，你够较透懂呢？文殊菩萨就甲伊讲，修念佛法门上盖好。法照禅师就甲问咯，要念到一尊佛呢？文殊菩萨就教伊念阿弥陀佛，求生极乐世界。文殊菩萨家己念几声给伊听，伊学会响哩咯，迄叫做五回念佛。就五回念佛，这念法呢是文殊菩萨口头传呼发教的。啊，发教本来参禅，啊，离开了啊五台山，呀，沿路。做记号啊！准备下摆过来的时阵，未去迷路咯。沿途来做记号，行不偌久啊，我头一个看，大圣啊，德林寺无去咯。这边的红山啊，就知影讲菩萨的道场啊，唔是真正有缘的人，就是伫迄地也看未到啊。啊，所以伊转去了后啊。就无参禅了，专门提倡念佛。啊，不过现在呢，有一个五回念佛的录音带啊，迄个大概不是发教传落来，发教禅师是东调西转的人啊，这个音调啊，早就失传了啊，早就失传了啊，所以咱有。五回念佛这个名词，但是五回念佛的声调破无了，啊，无传落来。啊，现在呢，大家听到这录音带，甲我有一点啊缘分。啊，我是1977年伫香港南京，公立南京，一拜去的时间长，伫香港住四个月。我伫个即个中华佛教图书馆看到有五回念佛的干谱，我看到啊，真正欢喜啊！啊，伊这本真古咯，啊是民国21年的时阵编出来，也是较早一个法师会响音乐一边的。啊！伊编出来，我从这本扎登来台湾，惊伊啊失传，所以伫台湾就印几落千本，安尼啊就流通开了。我刚改啊，有一个改兄，就是阮斗阵出家修改，呀，伊真正爱音乐，学过音乐
发进发输，伊比我比较侪岁，大概呀、啊、大几岁，伊伫迄个中立啊，这是完工和行业啊，伫啊迄、那个所在的教书啊，就好和行业学生用这个谱来练习啊，练习了后就落做一个大。啊，我甲听看卖是真正欢喜啊，但是我想伊唔是发教团咧。什么原因呢？这个啊，声调咱用来念佛心未当定啊。啊，发教团的这个念落来心一定会定，才会成就念佛三昧啊。伊这个念甲真好听，真闹热。啊，所以我感觉这个去演奏、去表演真好啊！啊，亲像啊，高香个同款，演奏表演真好，接音做机真好，真正念佛人啊，用这个啊，也是有问题啊！啊，所以这个谱，注意会当去听，但是真正要念，一定要知影讲念到家己心清净了。念到家己会当得定，迄、那个声调啊，才真正是有路用啊。所以我用这个声调是袂用哩。我听大中念佛的这音调，心比较会当清净啊，啊比较较清净。啊，这个发教禅师完全是回归到净土啊。提倡念佛，成就净土宗第三代的祖师，第二代是善导，伊是第三代发教禅师啊。啊，这个啊，就是说明，咱这个是凡圣同基础。啊，文殊菩萨是圣人啊，咱是凡夫啊，跟咱不隔离隔。啊，亲像西方净土同款，也伫这个高精端内面，亲像发教禅师这款的情形真多。啊，伫台湾流行的朱碧三昧水禅，五大国师拄到迦罗迦尊者，迄是阿罗汉，情形嘛是安尼生啊。啊，所以这个世界。确确实实有圣灵，但是咱肉眼凡夫看未到，佮有障碍啊！而这个障碍就是烦恼啊，习气太重，佮伊不计离计。伫经络即功德深深，因个心清净。又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，所以个三不隔离不隔，伊甲咱无障碍，咱对伊啊有障碍，伊随时会当现身啊，随时会当帮助咱。好，今仔日就讲到这地。